出来接着投篮，
七号在最近在找有空档的队友，然后接球，中间无定位置，直接打起来投三分。四号想要就出界球，感谢双方换人。Oh,
希望是七号毕业哦。加油，右手不要压迫，要找到一点射击的机会。五号在第一拿到球，勾手得分。现在球速带非常快，没进。九号再次想要进攻篮板，造成犯规。还有一次进攻机会。